海南海口观澜湖足球训练基地集结了中国女子橄榄球队的26位姑娘。自从1月9号集中以来，她们已经在这里持续进行了2个多月的集中封闭训练。时间虽长，但是队员们的训练热情丝毫不减。针对近一年来国家队缺乏国际大赛的情况，中国女橄先后组织了各种类型的备战训练，用来检验集训效果，帮助队员们保持感觉。我们通过 GPS 系统可以检测他们的运动量、速度、心率。我们很高兴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去对比比赛前后的状态。我们也试着去按照这个节奏进一步加大训练，以此来适应在东京奥运会上的比赛强度。为了检验3月份以来的训练成果，中国女橄也组织了对标东京的程序化参赛模拟训练，为的就是更好地体会奥运会赛时的比赛氛围与准备工作。包括我们所有的正式的比赛来讲的话，我们都是按照程序化参赛。那么程序化参赛呢，就是按照我们从我们最早的开始流程开始，这个叫绑扎、激活，包括热身，所有的时间都会有特别特别详细的标准上。然后包括我们这个一整套到比赛之后的一些这个总结、回馈、反馈，包括这个恢复啊，我们去到东京的一个整个赛制。或者按照一个赛程或者一个比赛的模式和程序化上来讲的话，我们不断地在修正哪些方面，我们会对标环境、天气以及赛事或每一场比赛之后或产出的一些效果上，我们会及时再去修订。我们在所有的从比赛程序化的东西上来讲的话，我们都希望让队员都非常非常的感觉是熟悉，就跟训练比赛一样，心态会摆得特别的稳和平。除此之外，在心理建设、精神层面，中国橄榄球协会也是煞费苦心，通过备战工作座谈会拉近教练组与队员之间的距离，在后勤保障、身体机能恢复康复等方面，都是本着解决问题的精神，来让女橄姑娘们心无旁骛地备战东京奥运会。备战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，当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可以孩子们有信心的挺进东京奥运会。我们在东京奥运会取得好成绩，还得要靠运动员为主体，所以我们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把运动员的利益，都要把解决运动员的问题啊置于备战的重中之重的位置，通过我们一起的努力来为东京奥运会的备战做好各种准备。